是这样啊，就是说，中国在经过毛泽东时代的那个27年以后，我们今天在回顾这个时代的时候，要寻找这个离我们这么近的这个时代的真相，其实很难。我们按照毛泽东他们自己在当时那个当政的时候的总结，在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是哪三大决策呢？就是三个总路线。第一个是52年提出来，53年6月到8月的财经会议上确立的，叫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内容就是一化三改，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第一个总路线。在这个总路线上面呢，我们现在党史和那个研究里面，也有一些谎言，但谎言比重还没有超过50%。这个谎言主要集中在什么呢？集中说毛泽东曾经承诺说我们要搞那个新民主主义，但是后来背弃了这个思想。这个他主要这个谎言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其中包括一些太子党，比方说刘家的人都说他们刘少奇是原来是要搞新民主主义的，跟毛泽东发生分歧，但是他老头儿真输了，所以那个就按照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就是搞了那个社会主义过渡。那么这是第一个总路线。那么这个总路线的决策时间是，就说现在已经看到的文献是从最先是52年9月份提出来，然后在53年6月到8月的财经会议上，正式形成决策。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总路线呢，就是叫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个简称就是大跃进。大跃进的一个汉语本意来说叫快速的那个进步，那么主要指的是一种快速工业化战略。那么这种大跃进呢，这一次决策是从53年，夏秋天之交开始的。这个就在这个决策中，到这一年的年底的时候，毛泽东做一个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这个讲话曾经被我党的那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通过，说要用这个讲话作为那个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那么这个报告就是后来根据他们参加的像邓丽群呐、胡乔木啊、陈伯达他们的回忆，这个报告也写出来了，但是后来没用。那么后来的那个八大政治报告是根据毛的另一次讲话叫《论十大关系》所写的。那么这个决策过程呢，就从55年开始，那么到56年，党的八大就形成政治报告。那么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线是周总理在国务院开始推动改革。15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15计划的时候，中央的集中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预算的集中是非常严重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完全没有权力、没有主动性、没有那个机动的那个管理的条件。那么这个大跃进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过渡集中的弊端开始，要给地方、给企业赋权，来进行这么个改革。那么这个改革啊，就说到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叫做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一次会议上是刘少奇在上面做主政治报告。那么这个决策过程就是从53年到从55年到58年，大约就是说到那个总共3年时间。那么第三个总路线就是时间比较长，说法比较长，叫党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那么这个总路线的内容就是技术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大跃进在毛时代最重大的三大决策中间，它晚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它同时也是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为条件的，而且是在那个过渡时期总路线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后，然后重新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那个发展战略。那么在大跃进以后啊，我们知道又出现了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么对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前面两个总路线的执行的效果的一种反思，一种思考，也是提出来这个东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首先交代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在毛时代最重大的决策总共有三个，这三个总路线。那么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是大跃进，它作为一种快速工业化战略，它是在已经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那么后面呢，叫做官场的那个腐朽和堕落状态还没有前面被毛泽东啊，叫做视为最重大的首要的问题之前，提出来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一下那个大跃进的具体决策过程。它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在一五计划期间，一五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建设收敛沿着我们的156项，此外还有694个定额以上的项目，目的就是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基础。那么当时建设这些项目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大量的那个技术装备包括设计都是从收敛来的，原因就是我们官员里面对整个那个建设的技术各方面都不懂，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全照抄。这个义务计划我们知道有一个好像是个笑话，很多人说我们的计划经济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中央决策下面照抄，但实际上啊，我们义务计划就是执行到55年的时候，我们的义务计划最后才正式制定出来，就是说这个计划执行3年了，但是计划还没有制定出来。这是什么状况啊？就是我们这个共产党啊，取得政权以后啊，处于学头期，还不会办事儿，特别是文化和管理经验方面有很大的欠缺，所以你要他们事先做一个面面俱到的计划，实际上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一边做计划，一边实施计划。那么真正那个一五计划通过是55年这个才通过的，那么到55年的时候啊，就说这个计划已经执行3年，这个计划执行的好和坏。已经有很多的真相出来了。那么当年呢，毛泽东啊，就是到各地去视察了一圈，回来看到一个重大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到处建设的那种新的工厂啊，毛当时的说法是，看到工厂的食堂，这个慈禧太后看了也有意见，你太豪华太奢侈了。工厂的俱乐部啊，大的那个礼堂啊，就是这些非生产性的那个项目，大量的那个花了大量的投资。而且当时的判断说，如果把这些投资都用于那个工业生产性的设施建设的话，一个工厂可以建出2个了。当时浪费有那么大。我经常讲的一个例子是，就是说像我们武汉，我在武汉大学上学的时候，武汉大学有一片学生宿舍叫桂园，是那个时期建的。那个桂园建设的时候，那个地面上就有木地板，这个木地板呢，在那个比较穷的时候，实际上保养的也特别不好。等到我们去上学80年代的时候，这个地板不仅破了没有人修，而且一进这样的物质就是一股霉味，还不如不用木地板。所以他在这么超高的标准建设之下，就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说我们国家管经济的这一批领导人，比方说上面呢是陈仁、破一破、李先念他们，下面是国部部长，这些人呢对工业的设计啊，对这些工业标准呢，他没有缺乏整体的那个反思能力，他们就说从收敛的抄袭来的那个比较高的那种设计标准呢，他没有能力说这个地方应该删除，那个地方应该补充，他没有这种反思能力。那么最后的结果啊，为了怕麻烦，就是拿来什么样就实施什么样，最后的结果就是非常非常那个非常艰难，那个得来一点那个投资啊，就是大量的被这个低效利用。但总体上看，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家的那个投资能力很强，投资能力很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国家，幅员很广阔，地盘特别大，人口特别多，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把那个旧的统治阶级以前掌握的那些经济剩余，剥夺了以后，然后集中到国家财政里面来，那么整个财政的投资能力非常强，那么整个财政的投资能力很强啊，就是被他们这低效利用以后，仍然有非常大的效果，那么在一五计划结束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投资是588亿人民币，在一五计划之间就已经完成形成生产能力的工业固定资产有492亿人民币。那么在49年以前，就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差不多到49年有100年，这么长时间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多少啊？就是120亿人民币左右。就是即使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已经是比他们翻2番了。那么整体上看来，这个新的国家确实能够做很多的事儿，但是就是说这个时候就跟旧时代不一样，旧时代就是说有钱的人可能是乡下的地主啊、富农啊、放高利贷的，城市里有少量的那种，那工商业资本家，他们能够挣一些钱，但是他们能够把这些钱呢，他们整个能够实现的那个投资，包括旧时代政府能够实现的投资数量都非常小，那跟新中国完全不能比，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新中国有政府啊，有具有巨大的这种投资能力，它的那个投资能力从哪儿来呢？
整个政府都是不生产的，他不能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呢，他这个钱从哪儿来的？还是从整个国民的生产里面，就是说他整个生产的产品多于他的消费的那个消费的数量，那么中间的差额就是经济剩余。那么从前的经济剩余啊，可能在进入富农资本家手里，他可能掏小老婆啊，抽大烟呢、啊，这么就耗费掉了。或者说他比较勤奋，比较节俭，他不掏小老婆，不抽大烟，他剩下来就留着放高利贷啊。他这个功能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不停的通过他手上掌握的资产，把社会的下层，就直接生产的那个那部分人的那个经济剩余，就剥夺到自己的手里，他这样循环使用，他很难形成一个生产性的资产。那么等共产党来了以后啊，他就一个巨大的后果，就是巨大的变化，就是他经过了经过了土改以后，剥夺了地主富农，经过了那个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剥夺了资本家。那么整个前社会的经济剩余啊，就通过财政集中到那个共产党政府手里了。那么这个时候，只要共产党的政府足够清廉，不怕这个东西花完，那么就说我集中来了财政收入，减去我们这个政府的管理成本，那么剩下的就是投资能力，对吧？那么这个投资能力啊，最后就说确确实实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现在也就是我们知道，就说整个国家的极大部分经济剩余变成财政了。那么财政呢，就由成人的那个李先念呢、薄一波啊，包括工业部部长啊，他们来使用。他们如果使用的好，那当然就可以把这个建设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如果他使用的不好，那么很显然，他如果是浪费了5%，我们的潜力就损失5%；浪费10%，就损失10%。那么到底有多少浪费了多少，这个没有人统计过。毛老人家当年也只是批评，从现象上批评他。一些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工厂可以建两个工厂，到底浪费了多少不清楚。那么这样啊，就是说实际上在大跃进之前已经出现了两种现象。第一个，我们的政府财政已经能够集中整个社会的大部分经济剩余，那么我们的大部分经济剩余投入那个工农业建设了以后，能取得多少效果，要有一个折扣力。这个折扣力是由什么决定的？由我们的官员的不作为和烂作为决定的。哎，所以毛老人家在55年的12月份的时候一次讲话，就反右倾反保守。他的右倾保守不是后来我们在党史那个造谣里面，我有一个词汇叫党史造谣学，党史造谣学里面说的，哎，是指标高和指标低，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对官员了不了解情况，就说对这个东西进行批评以后形成了一个概念，叫右倾保守。他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三风四气。三风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四气就是默契、官气、娇气，就是那娇小姐那个娇气，骄傲的叫娇气。他是讲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人呢，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自己不懂，他也不深入，而且不允许批评。这个就是说他们就基本上没有反思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低效会持续下去。那么整体上看呢，就是说我们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啊，这个国家的那个整个发展潜力能不能充分发挥，就跟官员的那个不能不能很好的就是说进行工作有很大关系。那么他在反右倾反保守这个讲话里面呢，就提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官员要下去，老是坐在办公室里不行，在那儿设想是不行的，要下去怎么呢？要下去寻找那种先进的经验，要找到那种平均的先进定额。比方说你多少钱能办多少事儿，那么这有一个定额，就是说落后的定额是不行的，照抄收敛的那种设计模式那也是不行的。那么那你要去找到这个整个行业里面，就是说同样的投资办事儿办的最多的那样一些典型。而且他认为就是说实际上在农村在城市都有相当多的那种先进分子，创造了很多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呢应该成为领导机关决策的依据，而不是就是说长期那个领导机关对这个视而不见。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呢，就是说如果用这个东西来做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毛非常清楚，就是说要把我们官场的懒惰默契、不看现实这种风气扫空、清扫一遍。那么这个到56年4月份的时候，陈伯达就是说他已经写了一个政治报告。大概陈伯达这个人在党内是不善于任人合作，所以很多人也不用服他。我们知道他参加过8大和9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他2次都一个人起草的政治报告，他9大的政治报告也没有用他的，
其实在拔打那个刘少奇也没有用他的报告。他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共产党还是集体领导的那个性质比较强，而且是落到实去的。当时八大指定刘少奇做了个政治报告，那么他当然呢是政治报告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下面呢具体负责人就是陈伯达，其他还有很多人参加，比方像邓丽纯呢，这是刘少奇的秘书，比方说像胡乔木啊，这算是毛主席的秘书。那么这些人还此外还有康生呢，这些人，那么从理论上从那个程序官场的程序讲，他应该跟所有人商讨，起草提纲，然后大家共同的来按毛主席提出来的一个主题来写一个报告。但是他不跟所有人商量，自己关在屋里闭门造车，一个人起草一个报告。那即使不考虑文人相亲这种比较负面的东西，其他人就是对着报告怎么出来，你这么写我不了解，这起码的是我就没办法高估你了，对吧？那么后来那个根据邓丽纯他们的回忆，就说陈伯达把这个报告拿出来以后给刘少奇看，刘少奇也不是很满意，就问陈伯达，问胡乔木，胡乔木同志，这个是机会来了，就算那个话我说一点坏话，就说，比如那个陈伯那个胡乔木就说这是个学术报告，不像政治报告。那个刘少奇同志正好是不满意，那就说那这样你重新起草。少奇同志也是非常厉害的啊，也不跟陈伯达打个招呼，说你这个就作废了，就另外一个人重新起草。那么这个起草的过程中间呢，就是那个后来邓丽纯回忆说，觉得还是困难很大，因为这个，因为要前党使用，而且要总结这十多年的经验，而且要把毛老人家看到的那个问题意识放进去。这个还是有很大难度。那么他们起草了一个多月时间，他们自己也心里很酸，这个报告新报告陈伯达那个已经被否定了，那么新报告能不能用呢，他们也不清楚。他说后来有一天呢，就说那个刘少奇来告诉他们，而且兴高采烈说毛老人家有新的讲话，我们可以按照新的讲话来起草。这新的讲话就是认识到关系。那么这等十大关系，我们知道就是说它主要的是这么几条，就是说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就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然后国家集体和个人，是这么一些关系。那么这几个关系按照那个现代的一个西方经济学的说法，都是处理什么问题，就是稀缺的经济资源怎么分配的问题，是多搞国防啊，还是多搞经济建设，是在沿海摆还是在内地摆，它是主要是处理这些问题，基本上就是纯一些技术性的那个问题。那么这个技术性问题啊，就是说受刘少奇很欣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毛刘这些人的分歧是什么地方。毛首先有一个讲话，他对官场的那种不好的习气，对那个不利于发挥我们经济建设的潜力，对这个很重视，对吧？主要是看官，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治国就是治吏，是吧？我要把这官吏整一遍，把他那个从不好的整到好。那么这是毛所重视的。那么刘少奇他们很重视的是确定的一些规则，比方说我们有这么多资源往哪儿摆，是吧？这个稀缺资源分配问题，在这个方面来寻找一个一些规则，一些定则。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呢，就是说今天已经看到的文献，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反右倾反保守这个讲话是通过政治局常委开会通过，作为那个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那么这次我们看到那个刘少奇是非常独裁的，他把整个的那个报告主题变了以后，他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通过，然后就叫下面的人就这么干了。干了以后，反正就是后来毛同志他们也没反对，就毛同志、周同志都没反对，他就这么起草了。那么在这个起草的过程中，就是里面就是说后来的呢，大量的与此同时，就是说在国务院里面，就是说要对照这些规则进行反思。周总理这个人他是当时问题意识比较强，他我记得他在周总理传里面，周恩来传里面有一个记载很形象，我印象也很深。他说15的期间呢，那个中央和工业部啊计船过于厉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工厂的厂长啊要用200块钱没有权利，一定要到部里面来批，结果到部里来的时候，那个部里的看门的人呢不认识他，不让他进，结果他进不去。他说他看到光明日报登了这个消息以后，他内心对那厂长啊感到无比的同情。
那这个同情的背后就是什么呢？确实就是每个人都有共识，就是说这个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过分在集中在部里，企业没有权，地方没有权，这个是不利于这个建设的推动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说那个总理啊，就是在国务院召开那个体制改革那个会议，最后啊，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委托给成人，就起草三个那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个是工业体制改革的决定，那个商业体制改革的决定和财政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大决定呢，三大决定的内容啊、方向啊都一致，就是说把1957年由中央掌握的财政、人力物力资源这个配置权要部分的下放给企业，部分的下放给地方。这三个决定是在1957年的10月份的八届科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中间通过，然后从规定是从1958年1月1号开始实施。现在那个党史里面倒是提到这一个，说把大企业下放到地方一下到底，而且中央有人打电话独办。哎，这个人是谁？没有名字。这个今天很清楚，这就是陈仁同志。不仅这三个决定呢是他起草的，而且把企业下放给地方也是他自行的。当然这下放都非常过，比方说鞍钢一直下到鞍山市，这就是非常不对的。像我们知道，就是说1957年，就是说重大的那些大的那些企业，包括它的产品是需要全国进行平衡的。比方鞍钢，它的整个钢铁供应还不止整个东北，超过东北和华北的那个范围，那么要求是在国务院这个层次进行平衡的。他把这个东西统统去掉了以后，把中央平衡应该掌握的那些平衡那些计划全部取消了以后，这就相当于从15的全盘集中到58年的就是全盘不管，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58年大量的混乱是什么造成的？就是说他完全放弃了那个国务院层次的平衡。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向地方和企业赋权，还有一项就是说15计划的时候，就是说比方说你要地方要投资一个新工厂，投资一个项目，当时叫两上一下，就是地方你要上一个什么项目，那么先把计划报到中央，中央批准了以后下个来，然后你再把计划书那个设计方案报到中央去，再批下来你才能实施。你这样经过两次批准以后，那么才有你这一笔钱，才有你这笔物资。你要建工厂总要钢筋混凝土嘛，你钢筋要有那个水泥要有嘛，这对不起，这都是国家国务院的统配物资，没有计划给你一块的话，你在哪儿也都买不到这些东西。那么在15计划是这个样子，那么25计划就反过来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央的计划制定机构它可以有一个盘子，但是这个盘子你说了不算，要跟各省各市自治区进行商讨，在这个情况下再重新造一个计划。那么这个里面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就等同于15计划的时候只有陈仁他们有发言权，我说啥就是啥了。那么到25计划的时候，陈仁这些人呢有点发言权，但是重大的发言权在各省委书记这些人手上。那么现在碰到一个情况，就是特别是15感觉到本地吃了亏的那些人，像福建那些沿海省区，15的计划那个项目非常少。那么现在等到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就要拼命上。你说我10个多了，我说不对，我们100个都少了，都是这种心态。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一些个亲历的资料，李瑞也说了很多 N 多的谎言，他有一个是真的，他大跃进亲历记里面讲到他参加华东局的那个计划会议，他就那个里面讲得很清楚，各个省各个地区各个那个省会城市，那参加计划的人呢，都是没有两样，都是我们本地要大上要大干，那最后就是这个状况。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陈仁他已经放弃了国务院的平衡，那么在这个时候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呢？要劝告地方你上一些可行的计划，而不是想怎么上就怎么上，这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地方他实际上放弃了这个事情，刚好毛老人家预先就批评过他。为什么批评过他？因为这样要是说比方说跟上海跟会计师说你要上100个项目，陈仁说你不对，你只能上43个项目，那可能就把会计师给得罪了。那下一次中央开会投票的话，陈仁可能就没有这一票。那么他担心这个事儿，所以就是毛老人家说他们就是55年、58年彼此的说，就说怕丢选票啊，该履行的职责不履行。所以58年的混乱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也在这里。
不过这个里面讲一点客观原因的话，就是今天我们不存在问题，那中央的那权威是绝对够的，中央的人是对省委是绝对有优势的，说了你不敢回嘴的。但是就是当时那个共产党刚刚进城，有大量的省委书记资格非常老，不然薄一波他是三几年才参加革命的，对吧？像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同志是从井冈山时期就是老红军的，咱们是走过二万五千里的，是吧？这个就不好不尊重他。而且还有一个情况是，就是在中央计划部门工作的大多数人是比较有文化的，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就参加那个革命比较晚一点，革命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才参与进来。这个资历上比人家那个，就是在那个时代，就说天然的话语权要差一些，就即使他没有担心丢选票的这种私心里面，就说他本来很老资格的同志，我硬要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好像这个也不好，有这个问题。所以五八年的混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地方在制定计划上面的发言权急剧增加，那么中央的这些人呢，就像薄一波啊，像这些人呢，面对他们好像弱势还不敢硬顶回去。这个事情毛多次批评过他们，有一次给薄一波他说，我们是马克思假秦始皇，是吧？不仅要搞社会主义，而且还是要有纪律的。所谓秦始皇就是我们要有纪律，中央还是要有，还有一个全国的大盘子还是要统的。那么五八年搞成那么大的混乱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各地的这个投资机构证最后加总了远远超过我们国力和财力的那个能够支撑的水平。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到五八年的时候，就是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是很多的那个工厂，特别是那个像156项，都是从苏联的东欧这些工业化先行的国家进口的。它特点就是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个就是设备很新，技术很新，然后就是那个整个的生产环节从头到尾都很全。那么这个后来根据第二五计划的那个对照性，就把它命名为什么大洋全。而第二个五年计划里面大量的项目是什么呢？叫小土村、小洋村，小的规模小的那个土的技术有很多是传统技术，然后就是纯重性的那种方法办起来的。还有小洋村的，那么当然设备可能也是新的那种现代化的，但是就是说它规模也是小的，而且也是纯重性的。那么工业方面，我们知道就是说实际上从那个人类开始定居搞农业以来，就有一些手工业，比方说陶器啊、石器啊，对吧？然后后来就有铁器啊，这实际上这些工业都是在那个定居的村子边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就是说像那个混凝土、水泥这些，我们今天的考古学发现在5000年前就有了，就是那个秦安大地湾呢，这个地方就发现当时的那个农民已经用料浆石制造的那个水泥就做了混凝土、做了广场什么的啊。所以这个技术的成功程度，那个土在土方上也很成功的这种程度，实际上决定了五八年的很多成功或不成功。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像小土村炼钢就不成功，对吧？但是小土村搞那个水泥就很成功，当时是在河北葫芦县，就是搞那个小水泥的那个现场会，然后这个推到全国去。那么这五八年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像江阴这样的城市，在80年代的时候，它是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城市县份之一，它是第二位，仅次于无锡。它的变化，它是在15计划期间呢，它整个这个县呢，得到的国家财政那个拨款呢，就是那个工业建设拨款不超过10万块钱，少到那个程度。在25的时候啊，他得到137万块钱，也不算多少，但是这个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这个就是等于几十倍的增加了。那么这个大跃进下去以后，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从省地县还包括公社里面就已经可以接触到一些办那个工业的资源了。以前就是说掌握在中央、掌握在成人同志手里，现在可以一部分已经到公社社长手里了，就这么个变化。在这个变化里面呢，我们知道就是毛时代经常宣传要缩小三大差别，叫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在五八年这种口号都提过，比方说那个要求省委书记下去种试验田，要求属市有这样的司令员级别的小连队去重新当兵，要求那个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都是五八年提的口号，就是他要求一种新的合理的分工，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的那个原来密集的在城市里呢，那么下面像一些工业啊，像一些那个机器啊，这些东西下乡，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到1959年的时候，大概公社级别办的那个工厂的产值已经到了79亿人民币，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产值的10%，哎，这么大的变化。那么从现在看呢，就是说我们后来的总结基本上是什么人在总结的？基本上是成人的秘书和他的同事们在总结。他们总结有一个明显的偏见，就是说凡是中央管理的时期都说那是好的，但是地方管理时期都说是那坏的。那么回到1958年呢，那当时实际上有很多争论，比方说像当时的水利部，如果叫水利部管工程，它就是很大的那个工程，而且有前六日的设计，是吧？他们的倾向呢，被那地方总结为三个字，叫排大国。就比方说淮河，当时15的时候治理淮河是很大的一个工程，那么那淮河它设计要整个的要加大它那个排水入海的那种能力。然后就是工程是非常浩大的，而且是国资级的，就是中央政府管理的那种工程。那么地方要搞的是什么呢？叫蓄小存，就是要蓄水，规模是小的，存中心的那个。然后那个交通也是，比方说当时修公路的时候也是。那么叫交通部管的，它就是直专高这三个特点。直就是交通部直属，那么专就是专业队伍修理修建，然后高就是高等级的路面，比方说像毛时代大概没有这样钢筋混凝土的路面，大概最高也就是沥青路面这个水平。那么地方修建呢，如果你把这些资料资源给他，他就是地存谱，就是说地方性的、群众性的、普及性的这种公路。那么在1958年和1959年呢，就是说整个用群众性的修的那个公路啊，就是有25万公里。这个25万公里，我们今天比不算，也不算少了。我们现在大概全国公路网有350万公里，就不到10%。但是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就是197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的公路网只有89万公里，就差不多有30%-40%，就是那两年修的。所以那个地方就是说很有理由。你看，我们花这么多少的钱，就办了这么多的事儿，修了这么多的路。那么就指责中央，就指责成人这样一些人，钱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就是少慢差费，跟多快好省是对立的，就是说你们花钱花得多，干活干得少，因为你仅仅依赖那个专业队伍来修建，所以速度也是慢的，然后就说你效果当然很差了，你怎么修1万-2万公里，跟我25万公里的那个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没办法比。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历史就只讲了，就是说这个正规化的管理啊，严格的制度啊，这是谁的视野呢？在我们中央的高官们的视野，因为按他们那个就是专业化，高等级，按一步一步按那个设计规范来。那么当时按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呢，那个是因为在大跃进条件下，毛老人家提出多快好省，所以他们得到一个批评的武器叫少慢差费。他可以那个时候可以表述，那现在我们都看不到这种表述了。那么这中间的争论核心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就是国家的预算或者这个物质要掌握在谁手里。那么地方的人呢，都非常愿意把这个资源、把这个钱拨到我们地方了，我们来用。当时大概还没有今天这种问题，我管工程可以捞回扣，大概还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你这个资源到我手里的话，我可以创建一个机构，安排一些人，这是没问题的。然后帮我们本地最迫切的这些需要，是吧？我们把它解决，肯定是有这个。所以也在这个意义上看呢，就说它真正的那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说这笔钱，国家有这笔钱，有这笔物资，要谁用？那么在1958年的时候，毛老人家叫支持各省委书记向中央造反，造反可能说严重了，向中央集体谈判。那么成人这些人呢，一方面怕丢选票，一方面呢确实人家资格比我老，就没办法跟他谈。所以这个1958年的失控有很大一方面跟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毛时代，省委书记的那个发言权很份额比较大，也跟毛老人家这个工作方式有关。你看我们现在今天的总书记大概不像毛老人家一样坐个火车到处乱跑，跑到哪个地方想到什么问题就把省委书记找来谈一谈。你看那很多省委书记就经常在毛面前，在一号人物面前有发言权，有发言机会。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大概只有中央各部国务院各部有发言权，省委书记要向总理说点什么事情大概比较难。
这个发言权，这个是无形中就分散到那个地下去了。那么这也跟毛的一个工作方式有很大关系。那么到58年的时候，就说这个里面呢，如果仅仅是这样，还成不了太大的问题。现在我们解读那个58年的时候，就说按照那种新闻价值最强的、最反常的、最能耸人听闻的那些事情来解读58年。这个58年的那个大跃进，就实际上是按照毛时代自己总结的叫五风，就是浮夸风、共产风、特殊风，然后强迫命令，再加上瞎指挥这五条。我们今天讲那个大跃进的时候，特别是自由派的，包括我们党史研究部门呢，讲大跃进的时候，主要是这个五条来讲的。这个五条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从来没有人分析过，我们的党史机构也不分析。那么这个里面，左右派争论呢，因为争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两方呢就提出不同的见解。右派就认为这毛搞的，毛发动大跃进，所以大跃进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毛要负责。我注意到左翼啊，也有人写个，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文章叫《毛泽东历九五风》，谁写的不清楚啊？他那里面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这个五风啊，刘少奇在中间肯定过多少，邓小平在中间也肯定过多少，好像说是刘邓搞的。要按我的回顾啊，这个应该不是中央决策部门搞的，具体的就跟我们今天呢是一样的，就受制去官，官去数字，是吧？他把数字做得很大很好看，好像我就很有政绩了，基本上是投资机构政，再加上他们自己也掌控媒体。你中央人民日报不跟我登，但是我们像王任重是省委书记，那湖北日报是可以随便登的。湖北日报第一个叫登一版责任，就是在58年那个五月份的时候，那个麦收季节就开始登，说那个社论的名字叫3125，就说那个老河口有一块那个小麦地，那个产量亩产到了3125斤。我们今天回顾很清楚，是绝对达不到的，至少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还达不到那个亩产3000，大概北方能到1000斤附近，这就已经非常高的产量了，对吧？那么在50年代的时候，你化肥种子就是那个状况，绝对是达不到的。那么他们这么吹的有什么效果呢？因为当时这个要求省委书记下去种试验田，那湖北的几个高产微型呢都跟湖北的那个省委书记有关，像孝感的那个亩产10000斤的那个是王任重，省委一把手，就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试验田。后来那个他这个宣传的比较早，因为他省委书记啊第一个宣传，所以他这个产量还蛮低。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在那个抱海，就武昌县的抱海公社登点，那个地方后来见报的是35000斤。为什么35000斤呢？因为讲10000斤的时候，那已经在全国很出风头了，对吧？这个别人都没有宣传这么高。后来很快这个10000斤就过时了，所以啊，这个第二书记的点呢就变成35000斤。所以能够在湖北省这一级的报纸能登的，都是背后有一定的权力和基础的。像我们小范要种试验田，大概这个县报纸未必给他登，是吧？他没有能力操纵的报纸，他的重要性没有说我上省报头版，没有到这个地步。那么这样一弄起来以后啊，就是形成一个潮流。其实那个省委书记不想登，那下面的马屁记者，跑这条线跟这个书记的那记者也要想办法帮他出个风头。那么这个我后来写篇文章说，这个是党阀和学阀的第一次公开结伙，在报纸上面等这些东西。即使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在整个全国那么多的农民，那么多的田块里面，他们这种吹牛的仍然是非常低的比例。不是有一个西方记者说什么叫新闻吗？他说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叫新闻，对吧？这个人咬狗啊，那实际上就是这个事情极度反常，那个概率极低。即使是你把58年的报纸整个收罗起来，它整个在全国的那个田亩啊和那个公社的数目里面，仍然是非常少的。无非是这些人有传，那个媒体啊也愿意跟他出风头，他有这种地位才行。那么现在整个的用这段历史来解释党史，反过来解释党史非常有意思。有些东西就是完全不符合逻辑，比方说有些人说为什么58年59年有高增购呢？那是因为那个浮夸风啊，那个高产卫星把这个整个搞混乱了。这个其实是完全彻头彻尾在瞎说。我们国家的那个粮食收购计划在任何年份都不可能按照农业那个收获的那个数字来定，
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我们当时大概那个生产机构全国至少有1000万个，你要把1000万个这个产量数字汇集起来，然后再做一个计划，那我估计城里人早就要饿好几个月的饭了，根本吃不上饭。他的那个整个的计划是怎么定出来的？就是说他55年的时候就搞个三定，那么因为城市和工业的人口在不停的增加，而且外汇外贸出口也有需要，那么他整个对农民要多少粮食是依据一个出口需要，一个城市需要，还有一个储备，比方说救灾呀、工业用啊，这些需要汇总了，然后用这个需要做出了整个的整个数量以后，然后再向下分摊下去的。因为这样的数据啊，我可以在你事先就可以做，然后也是可操作的。那么你要等他农民已经拿到他自己的那个收获数据，这个就完全晚了，根本上来不及做。所以他这种谎言呢，最后也变成了支持一些第一个谎言出来以后就支持第二个谎言，他整个的历史就这么解读。那么这样的解读结果，最后的变成什么样呢？就是说我党啊，就好像没有任何政策和策略，没有任何章法，就变成这样一样。他就从根上把共产党那个墙角就挖掉了，像共产党这么干事儿，都是按照胡说八道的那种信息来执政的。实际上不可能执政，不要说共产党，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办法那样执政，因为全国像我们的国家不是像其他的很小的国家，几十万平方公里、十几万平方公里，他那个生活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公社啊，或者那生产机构有限，我很快的可以把数字汇总出来，汇总不起来的。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那个非常落后，不要说我们今天的计算机、互联网、那个手机没有，连电话都是死通不死通，死不通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下，他不可能依赖就是说一个汇总事后的信息来做计划，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任何人只要头脑稍微清晰一点，就知道这个是不可行的。但是这个东西大行其道，很多还是我们党内什么省部级研究员，厅局级这些研究员，他们在外面。而且我后来看到粮食部编的一本书叫《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它里面没有明确说是这么干，但是他也为这个东西做背书，这个就非常可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就是说整个的党史啊，那个解读啊，他用这种反常的事情来解读这个党史，这个现在成了一个潮流。当然这个非常方便，就是说我不需要收集任何证据，我只要听说的这个事情很反常的事儿，新闻效应很长的事儿，我就可以发一大通疑问，说你这不行那不行，那总体上看它是一个手法。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呢，就是说58年的那个官员的那种政绩饥渴症，为了出风头，为了比别人表现得更好，那么制造了一个这么东西，这当然也有一些体制性的问题。我倒不认为这是因为党管媒体造成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投机分子，他在报章上的那个发言权太大，那个省委书记可能还没有说，但是他提前已经想到了我怎么为省委书记投资骂粉，骂完了以后我可能自己有什么好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投机心理啊，而且他权力就在掌握之中，掌握在自己手上，发什么写什么然后公布什么就在他手上，这个比那个上面下命令还要坏。上面下命令可能很多时候那个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多命令，可能也没有时间呢，也考虑不了那么周全，我给你下的那种无穷无尽的那种很糟糕的命令，但是他有一个投机心理，他时刻在那儿揣摩书记喜欢什么，省长喜欢什么，这个就很可怕的，他时时刻刻可以再生产出那种很荒谬的东西出来。所以在58年这个事情呢，后来实际上没有被追究，那么也我们现在也只是在这里推论他是怎么出来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个东西既不是毛老人家决策推广下去的，邓小平和刘少奇对这个东西批评的少，在一定程度上也顺着这个趋势说话，但肯定也不是他们决策以后让底下这么干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推断出来跟那个官员的那种风头出政绩这个有关系，但是详细的基底是什么样我们不清楚。有一些亲历者他写的回忆录，包括对那段历史有反思的这些人，他也不说这个背后的背景是什么，比方像吴冷锡老先生是吧，他的老同志对后来的这个妖魔化毛时代这些东西他有很深刻的反思，他所以写了那个中苏论战这本书，然后他也写了一本书《忆毛主席》，回忆了58年，58年他就是人民日报总编辑，
他也回顾了，就是说，后来他开始的时候，毛主席跟他说要不要误失明而得失火，而且要压缩空气，而且在宣传的时候不要宣传高指标，要多宣传那个怎么实现那个高产的那个方法措施，他这些东西都跟他说了。但是后来怎么出现的人民日报出现了这么东西，他说后来顶不住，他只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到底谁让他顶不住，基底是什么他也没说，没说我们就更加不知道了，对吧？现在那个吴老同志也不在了，想去问也不清楚。那么整体上看来，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在55年的时候，毛老人家已经发现了官场的右倾保守三分四气，已经不利于推进我们的工业化事业。那么到58年，这就非常明显。虽然右派的批评把它扩张为解释整个党史，用小概率事件来解释整个党史，这个是不对的，是站不住的。但是这种事情出现了，本身标明我们的官场、我们的舆论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我后来导师写过一篇文章，用调侃的语气说，如果政治上没有谎言当然是最好的，对吧？如果有谎言的话，我还是很喜欢哪种谎言呢？喜欢毛产万金这种谎言。这种谎言为什么好呢？它不容易骗住人，这个谎言很容易破产，是吧？说明编制谎言投入的时间、人力和精力都是非常少的。所以好的谎言呢，一定是容易破产的谎言。我很痛恨什么谎言呢？痛恨单干增产这个谎言。这个谎言说了30年，你还很难把它驳倒。所以这个是很坏的谎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解释那个党史的时候，包括像我们现在很毛泽东传，这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党史研究机构里面算是很认真的，很注重那个材料来说话的这么一本书。但是这本书他在写那个58年的时候，大量的篇幅要讲，比方说这个两本账的问题，就说地方可以有中央可以有两本账，第一本账公布，第二本账呢就说要留下来，地方的第一本账要跟中央的第二本账就更高规模一致，那么地方的第二本账呢一定是还要更大。他把这些东西都统统出来了，他这个东西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狗咬人事件要一致起来，是吧？这个高指标怎么出来的？你看那个决策里面大量的篇幅都是这个。那么真正的那个大跃进的决策是怎么通过的？在我们的那个党的那个组织机构里面怎么通过的？我们的会议要捏的什么内容？比方说周总理搞的改革这些东西，或者是怎么实施的？这些实施过程中应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剩下的就是这个两本账问题，然后高产那个然后就是那个钢铁的高指标是怎么出来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呢，就是说实际上也说明我们那个中央文献研究室写毛传的这些人，具体说来就是李杰，李杰写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整个头脑里面的问题意识也感觉到这一段最重要的事实，最重要必须说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高指标怎么来的，是吧？他实际上他整个的问题意识是这个，他已经脱离了，就是说写党史应该有的以档案说话的那些固有的那个常规。那么与这个相匹配，他如果说这个地方还可以原谅的话，下面就很不可原谅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毛泽东的讲话里面，在建国以后他重要讲话里面，他55年底讲反右倾反保守这篇讲话，而且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准备作为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的思想的这么一篇讲话，当然有最高程度的重要性，对吧？那在毛整个执政30年里面，起码是首一首二的重要性嘛。他这篇文章他竟然装作没有，就不显在任何那个毛泽东文集啊、文稿啊，或者那个选集里面去，好像就历史上没发生这样一回事儿似的。那么这个就是其心可诛了，用心不良了。与此相关，为了我们后来的党史就一直说50年代就存在毛泽东的个人专断的巨大发展跟集体领导的不一致。那么为了认证这个东西，那么认十大关系这个本来是毛的思想，对吧？而且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如果从版权上来讲，也是跟毛泽东关系密切，跟刘少奇的关系不密切，对吧？他为了认集体那个领导集体跟毛泽东的不一致，他竟然把按毛泽东思想起草的一个政治报告收到刘少奇选集里面去，这是不是其心可诛，是吧？这等于公然造假，在文献上面进行造假，这就非常这问题非常严重了。所以我
所以在这个毛时代三个最重大的那个决策中间呢，我们的党史无论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机构，无论是那个自由派的还是怎么样，它大量的就出现这种状况，妖魔化的、歪曲的，就是从源头上、从文献上就开始进行歪出。所以要复原这段历史，就说幸亏我们后来搞了文化大革命，要不搞了文化大革命，毛有没有这篇讲话，我们今天是没有依据的。搞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人红卫兵不讲你这个东西，红卫兵看到毛泽东一个讲话以后，就把收到毛泽东思想万岁里去。我们今天能看到，还是依赖红卫兵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而且没有多少那个理论水平的人，他就从头到尾一排列，我们反而能看到一些东西啊。我们今天知道毛泽东原来还有一个这样的讲话，要不然我们完全不知道。要看中央文献的东西，他就装着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历史的时候啊，就是说用小概率事件来讲那个整个的那个时代的面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这个上海的曹锦金教授他对这个有个评论，他说是这样的，他说人咬狗，狗咬人，这个实际上都是小概率事件，叫做人咬狗，这是极低概率事件，有新闻价值，是吧？那这跟高产卫星差不多，是极低概率事件。就算他当年宣传了很多高玩意，仍然是极低概率事件。第二个是狗咬人，这个概率也稍微比人咬狗的概率大一点，但是它也是异常事件。如果在整个社会里面，这等于是需要纠偏机制来纠偏它，比方说法律管的那些问题，违法的问题，大概是这种小概率的异常事件，是吧？它是通过法律来调节。但是大量的是什么情况？大量是人狗和平相处，就人不咬狗，狗不咬人，这种事情才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的面貌和特征。那么我们今天说这个说的那个大跃进的时候是什么？实际上是用人咬狗来看，来回顾大跃进的。而且这个思想已经渗透到我们的那个文献编辑部门，权威的那个机构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就非常可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第一个过渡时期中轴线大概有50%的谎言，那么到第二个中轴线，就是大跃进的时候有80%的谎言，那么到文革的时候，那基本上是100%的谎言了。你看我们现在官方出的那个文革史里面，你能看到里面就是说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反派吗？根本看不清楚。就文革的一个基本现象，就是全国各地各个单位各个地处都划分成两派，一派是保守的，一派是造反的，但是你搞得清楚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搞不清楚。那么我们读历史，最起码的一个基本的，我要了解历史当时的那个最基本的特点，但是了解不了。那么王连义、严家淇，包括金春明他们写文革史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这样说，我们这次不是把他说成坏人了，他写的这个历史不是为了你认识并清楚的认识文化大革命，而是就是要把你搞糊涂。搞糊涂的结果就是现在可以任意造谣，比方说像陈小鲁道歉，如果没有这个谎言，他这个道歉都不成立了。他因为建立了大量的谎言上，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啊，那历史就是金春明呢、王连义说的那个样子，所以那个陈小鲁这不仅不是不是坏人或者是姿态，而是高风亮节。你看看他承认错误，是吧？这个还很值得肯定。但是在他道歉过程中间，非常搞笑的是那个凤凰网凤凰那个采访他的时候，陈小鲁已经在里面说了，周总理说他们这个组织是保守组织，江青呢比较厉害，江青说他们是反动组织，但是凤凰网依然说陈小鲁是造反派，他到这个程度。然后陈小鲁那个组织就是说陈小鲁在那鼓吹好像他特得人心，在这学校里面得了1200人，得了1100多票，只20票没得。我看了一下北京那个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他的同学可能也不客气，在下面就跟帖说，我记得这个文革主任是工作组安排指定的，就说得很清楚，他的同学在底下。那么这个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当时就是毛主席回北京以后，就指责工作组执行了那个错误路线，整群众把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这是不对的，他们这种行为跟北洋军阀跟国民党差不多，而且潜在的意思是比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还要坏。为什么说他还要坏？因为中央下命令要给学生放假，叫大家起来革命，人家一起来你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你看这是啥行为？
国民党还没有国民党还没有空闲到这个时间，到这个地步吧。那么这个撤了工作，撤了那个这个毛批评了他们以后，马上就撤工作走。撤工作走的时候，工作走就预留一个后路，就是要找一批人来执行没有工作走的工作走路线。那么各个学校都成立了陈小鲁这种组织，这种组织基本的成立逻辑就是工作走指定高干子弟带头，然后成立这种组织。那么这个组织成立以后，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派大富、王大斌这些造反派，就从前工作走整的这些人，受资反动线害的这些人，他们要组织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毛主席回来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胆子也比较大，就一屁股坐在那个派大富这些人这一边，就支持他们成立组织去批判工作走。当时大概全国第一个批判工作走是北师大，大概是1966年7月27号，第二个是那个在8月4号北京林学院批工作走。那么陈小鲁他们成立组织之后，碰到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呢，他们受他们打击的那些同学现在起来造反了，而且这些人呢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也逐步成立组织，对那个工作者有很大的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对策是两个，一个就是像清华的刘少奇的女儿那个刘涛，何龙的儿子贺鹏飞，这些人就提成立八九串联会。这个串联会成立，王光美在后面起个参谋作用。那么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立即斗黑帮，因为这个工作者不仅仅是打击学生，基本上也把他下来以后，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党委干部啊都靠边站了。后来那个我们知道1966年8月5号的时候，那个师大女附中把他的那个副校长卞宗仁打死，卞宗仁就是团中央派的工作者组长胡启立先生指定说他是四类干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第四类，把他指定为第四类干部。然后工作者走了以后啊，就成立了像邓荣啊，像刘进啊，像还有那个宋冰冰呢，这一批高干子弟成立了跟陈小鲁同样的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就对这些人搞立即斗黑帮行为，立即斗黑帮的目的就是防止像快乐富这样的人起来继续批评工作者，揪住工作者不放。那么在文革他把整个颠倒了以后，才可以说文革的时候怎么样毛叫他们造反怎么的，他整个实际上是非常清楚没有中央的决策，而且毛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他们对立派的，他们搞这种行为也是针对对立派的，压制对立派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你看看陈小鲁的行为，如果把这个整个历史拿出来，那就不是道歉，而是必须认罪，而且早就应该认罪。说到底是这个，所以很多今天的那种政治行为，那种社会舆论现象，它都建立在这个歪曲的颠倒的历史那个框架之上，如果把整个历史还原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不能成立的。而且我后来看了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妖魔化共产党，当时被妖魔化这么严重啊，我在北京那个北京八中的老三届那个博客上一看，大量的谎言就是他们在那儿编造的。像陈小鲁说谎还没有他那个同学季三猛厉害，那个季三猛啊，他有个博客，他整个的那个博客上全部都是谎言，而且他的谎言说的特别离谱，基本上不搭草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根本没有任何的那个历史根据，他都敢乱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呢，就说我们这个共产党被妖魔化也是有道理的，是党内最有权最有势的那一群人，他率先起来妖魔化的。而且季三猛这个人原来是央广那个记者，大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算是中央级大媒体的记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呢，就说我们这个毛时代三个最主要的决策都是被妖魔化，大概可以这样说，就说一化三改，这个过渡时期总统现在是跟他们那个利益冲突不严重，他没有什么需要掩盖的，就说造谣的动机不是很强，那么只有极少数太子党参与这个事儿来造谣。那么大跃进这个里边，就说绝大多数高官像省委书记啊、部长啊都在里面，这个是不干净，手脚不干净的，所以很多人都有强烈的愿望要造谣。我后来看到那个
谭震林80年代出来工作以后，在顾委里面写了一篇文章，说毛怎么在大在这个人民公社这个合作化过程中间搞极左。我看到他就是一个结论，他没有讲任何事实。哎，他是大概是81年、82年的时候，在人民日报上发了文章。哎，就是谭震林这样的人呢，有强烈的认为在大跃进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骂黑。把毛泽东骂黑的，当然很必要的那个，就是把自己洗白了。那么在文革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跟整个的那个当权派及其官二代有强烈的那个冲突，所以这些人呢扎起堆儿来那个说谎，哎，所以也基本上可以总结出一个这样的规则，就是说毛时代那么多重要的那个决策，那么多重要的那个东西，那么最后今天能够被正确反映出来的，就是说看一下跟官当权派中间的多受，特别是高官的多受那个利益冲突的程度。冲突的越厉害，那么他们妖魔化的越厉害，而且这个可能也反作用于那个写党史的那些权威机构。我记得李杰把那个毛泽东案写完了以后，有一个公开的讲话说，我只能说这个如果将来档案公开的话，我们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事实，都是有档案依据的，他只能保证这个一点，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有档案依据。然后就说很多人还活着，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哎，这个党的压力还是有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说再来我们再回去检验，就说这些大跃进也好，这个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也好，为什么搞成那个样子，也可以理解，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跟这些人的权利对权利的要求是相反的。那么这种东西下去叫他们执行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样认真了。